像有一个人，就是他可能失去了方向或者什么，对。怎么样录出来？啊，这样就可以。对，左手或者是这里也可以单独的用，就是我弹下去的时候，然后震动它，对。手循环的整段，一整段，嗯，然后这里有一整段的 plus， 这段开始左右手都可以。也是按照他大概写的这个音高来弹的，对，然后根据他的节奏，当然他有节奏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拉伸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分相正音加上，这是两个，然后这里，根据他画的这个波浪。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技法，比如说在这里它是这么写的，嗯，那这个分相正音之外呢，它当中只有两个音的，一二一二一二，但是一拍里面可以弹两个音或者可以弹三个音，原来是弯，然后又靠上来，又有一个音。然后接着可以有四个音的，五个音，好，这些都行。